这是高雄中山山路时代大道鸟鸣，鸟的天籁之音啊！阿弥陀佛，来到人间啊！新天新地，新的文明，新的佛国，新的世界，阿弥陀佛，来到人间，真正平安、喜乐、极静。家，台湾台东有名佛事，僧团，女众出家僧团，行脚台湾，为世界和平、大自然平衡、疫情平衡、全宇宙世界风雨调顺、国泰民安。